玩家们最想遇见什么道具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在吃鸡里，道具的种类已经非常多了，可是他们的热度却大不相同。其中便有些道具人气超高，玩家们只要看见就会捡上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玩家们最想遇见的三个道具，其中有你喜欢的吗？第三名 ，AWM。AWM 作为狙击枪里的王者，无论是弹道还是伤害，几乎都是最强的存在，以至于是不少玩家心中的神器。不过也有不喜欢打狙的玩家，即使看见也不会捡。第二名，吉利服。在手游里，由于手机屏幕和配置的限制，玩家们很难看清远处的伏地魔，而有了吉利服之后，即使是近距离也很难发现，因此这个道具备受玩家喜爱，尤其是在低分段捡到它之后，能极大的提升吃鸡率，绝对是玩家们非常想遇见的道具。第一名，机器人。官方为了提高玩家的游戏体验和匹配速度，在各个分段都有机器人。这些机器人虽然会射击，但是伤害极低，完全就是给玩家送物资的存在，深受大量玩家的喜爱，更是女玩家的最爱，因此机器人绝对是玩家们最想遇见的东西。小伙伴们，你喜欢打机器人吗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转发哦，我们下期见。